师父，你身体刚好，不卧榻休息，来本君这里干什么呀？有您这么好的凡世仙人照看着我，我当然安然无恙啦。哦，本君救你一命，就从臭妖怪，冷血无情的妖王，变成了举世无双的仙人。怎么，本君修仙成道，还要养成寒生公主去医？ 那是当然。我是说，我身为徒弟来帮师父分忧解难嘛。我听无垠先生说，您近日要出坛找赤羽鱼人来镇压百灵潭的魔气，那我得帮您感知一下这鱼人在哪儿啊。身为人心所要时，你自觉的态度，本君甚是欣喜。去吧。 若你找到，抵你10年工钱。我这就去。找到了一只鱼人。